好了，然后我们去楼上感受一下。好。马路，然后我们外面他们专门做个空间，这些都是老板从全世界收集过来的古董。嗯，老板就把这儿当家了。啊，好，喜欢的就往这儿放。我们上去看一下他们拿的剪刀，这是他们留下的。嗯。 这是这当中两年拿到的一些奖，2015年到2017年、2018年这个拿了一些金奖，然后这个拿到也是一个金奖，维也纳的，然后是2015年的波波，拿到金奖，他这个接下来是做接待用的，然后如果客人提早跟他们订，可以在这里品酒餐用餐。 这空间的非常棒，我是非常喜欢他们的空间。你看这个，女生都会喜欢，超适合拍照。这时候小猪仔，你这个小猪仔还没有养肥，要养的更肥一点，像八分的话，肥就差不多了。 马拉贡，先贝克汉姆了，到贝克汉姆。哈哈。没事，没事，没事。好，我们先中国的红木啊，香子。我们这里出现它，我们把上车带上去。这种山清水秀、土质那么好，环境那么好，能不出好的葡萄酒吗？嗯。晚上这里都是鸟叫。耳朵。 这一里过来，看到吗？嗯，商间景色，就它，我觉得他们那个地势好，就是开阔，然后其实也有前景。那种不开阔的地方的景色总是要打折的。对。 那这边就很开阔，然后它那个房子正好是很稀疏的，就是因为它那都在神宫。还有我的最好的仔仔，干嘛？妈妈看看你，干嘛你光脚？光脚舒服啊，你想试试吗？我也想光。好，把周围就别的名字。你试试吧，可以把周围的这些房子买下来就行，这样它肯定早晚要发展。但是会吃的哟。是会吃，你只能踩一会儿，不能走路。 但是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地板。为什么不走路？走路会疼的。如果你能走得动，妈妈也觉得可以。来看看这一家三口。开书音了吗？当然啦，一家三口还丢了个纸给我。你看我的仔仔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哎，臭脚脚。这个，青蛙。哇哇哇哇哇！ 哎，吓人！给我眼镜，完蛋了！是两霸待宰。看，奶爸，奶爸团。假装打脸板，就假装打别人脸蛋，是会在中间会断掉。假装真打。在中间会打呀！哎呀！打死你了！ 下面个龙舟，这个什么？这太阳能龙舟，太阳从那边照过来，太阳能，然后这龙舟就开始出发了。龙舟，对，龙舟。吃错了。开始。我们的晚餐，请看，嘴巴张开的口水。 不好介绍，因为我想到了老干妈拌面，对，而不是这些。创哥，嗯，今天
我们现在在酒庄里吃饭，因为都放假嘛，然后 Marco 会放他们酒庄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视频介绍，哦，什么时候开业的？啊，接下来他们要盖个酒店，嗯，还要盖酒店的这俩，不是外面，等会你看一看的，你看他们的宣传，你可以看宣传册，设计图就是，哦，就在那个我们开河流过来这个地方，啊，拍得很漂亮啊，啊，接下来那到比丘走。哦，这是模拟图啊！哦，明年肯定会盖好。这是个中间是个餐厅，哦，两边河流过，然后做一些图，一流类似于民宿的。包括说法必须。50个房间。已经在建了吗？啊，已经在建了吗？那个中间的房子已经在弄了。哦，还挺漂亮的。因为他们以后做一个星级，包括温泉一起综合体，明年过来就可以住了。这个很快的，它都是那种拼砖结构。过年可以弄个婚庆，把白的、裸的一起，不然，我舍不得弄，再过来看，再去看，再去什么的，那到时候有多少人可以住在这儿？50个房间。50个房间。一个团刚好，你看它这种现代的那种民宿的模式。嗯。效果图应该做出来比像怎么样？消费会贵吗？这边？这个到时候得跟老板说，我就问一下，争取拿到最好的折扣。你们先闻一下这个酒。嗯。你就知道这个酒有多优秀。先欢迎你们来塞尔维亚，来干杯，那干杯呢？热不热？香不香？嗯，挺香的。不是，它果味特别香，你知道吗？这属于什么？干白，干白葡萄，干白哈。如果冰过、冰镇过更好。嗯。啥子干？天天过年。桃红酒，现在喝的是桃红酒，桃红酒比较难做的，因为公认桃红酒最成功的西班牙，然后呢，老板就从西班牙请了师傅跟这边结合起来，然后他们现在能把桃红酒卖到西班牙去，哦，就反销回去了。对，桃红酒为什么难做呢？它里面的结构跟可能这边的土壤各方面都比较优秀吧，还有一个人工各方面都比它好。同样的价位的话，塞尔维亚优势肯定就有了，因为它制造过程比较难，它要时间每12个小时好像就要控制一下温度啊什么，反正比较讲究的，不然就发酵过度啊，发酵或者是不够啊，像呈现这种颜色也比较难。现在像张胜过来一样，他是喝了最多桃红酒的，和塞尔维亚的桃红酒让他惊讶的，一个卖红酒的人说，塞尔维亚的红酒让他惊讶的。桃红酒是怎么回事？味道差别还是颜色差别？桃红酒是适合于海鲜，其实欧洲人是这样子的，他当饮料喝一样的，就是夏天在海边，因为红酒的话太浓了，那夏天都喜欢白葡萄酒，人觉得酸，那么桃红酒呢，可以有时候可以加点冰水啊、苏打水啊，然后能一整天再喝，味道又有，特别适合夏天喝。它就是看那个葡萄皮的时间，在里面的时间比较短，它就颜色不会像红葡萄酒那么深，哦，哇，就不会浸泡很久，呈现出漂亮的红色。嗯，boss 怎么样？挺好喝的，挺好喝。嗯啊，干了，干了不行，你看关，福建人都喜欢干。慢慢喝，我们品酒不是酗酒啊。嗯，这个是 Marco 给我们开的是梅洛，第三批的梅洛。梅洛2015年的，2015年的梅洛，梅洛这个款嘛，世界上最常规的款，但每个地方酿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这个主要看橡木桶，香吗？橡木桶吧，有进过橡木桶吗？就是你喝醉了。15个月。15个月。能感受到那个味道。你感受到那个橡木桶的那种芳香，梅洛本身的香味就偏重的。嗯，除了橡木桶还有什么桶用来就是酿酒？我初步发现那个铁桶恒温，初步发酵，然后橡木桶15个月今后它还会放在装瓶以后放在仓库里放几年。
noća sam ti opet sam. Da me barem nešto udari, bit će rata, kažu svi. Ali ja ću umrijeti od ljubavi. Ko mi tebe uze, Tamara? Prodala si suze drugima. Noćima ja sanjam tvoje tragove. Kuda idu izgubljene djevojke?